直接搜索 FO21 点手工输入原材料232423没关系，这个方法反对线没关系，将这个刻度线对到一号平行，然后固定旁边这个螺丝的这条钥匙夹上去，因为它不会影响。然后好，这边有一个夹块，这个的用处啊，是用来安平钥匙的，安平钥匙。好，最上方有一颗螺丝，平行固定拧紧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固定，做校准的时候你也可以之前就把这个钥匙头夹上，喜刀规格0.0啊，喜刀规格0.0，两七个。转换到2号齿，顺着旁边这个螺丝旋转到二号刻度对齐就行了，然后拧紧 ，OK。以后它会提示将钥匙转换到3号齿，然后松了，转换到3号刻度，拧紧。将钥匙转换到4号刻度，好，现在我们退回，然后转到这边的2号刻度，一起拧紧。
将钥匙对准三号喷子。我们将钥匙转换到另外一个面，可以拧松这个螺丝，将钥匙转向到另外一面，然后对齐刻度一，刻度一对齐，平行连接。好，点 OK， 它会重新校一下洗刀的钥匙的高度。将钥匙转换到二号匙。转换到三号，将钥匙转换到四号刻度，现在将钥匙转换到另外一个面，二号匙。转换到三号刻度，
放到十号空中。现在我们把夹子和钥匙一边取下来，将钥匙放在这个面，好，这是加工出来的钥匙啊。单片全片啊，另外一个面。